欢迎来到1800开饭，我是伊丽莎白佐特。她双手叉腰，唇上抿着砖红色的口红，蓬松的头发在往后扎起来，转一圈后以一支2B 铅笔当发簪固定住。伊丽莎白调整好视线的高度，两眼直视着摄影机。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三种间接，轻见。轻见是今天我们谈到的间接当中最脆弱、最娇贵的一种。轻见被我称为一见钟情见，因为两造会彼此相吸引，仅仅是基于视觉上的讯息。比方说，你爱上他的笑容，他爱上你的发香，但是当你们交谈后，你发现他根本就是个纳粹，还觉得女人就只是会抱怨。结果，咻，没办法，这脆弱的间接就这样断掉了，这就是轻见。各位女性朋友们，从化学的世界里，我们学到，如果事情太过美好，太不真实，很可能是因为那的确不是真的。